大家好，我要开箱吃这个普通的蜡笔。这是蜡笔还是普通蜡笔？普通的蜡笔。真的吗？嗯。是蜡笔糖果吗？不是。好，那你开箱吧。好。是黑色的蜡笔，所以说是黑黑的。这看起来就是巧克力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个是，哇，好漂亮的贴纸哦，不二家贴纸。什么叫不二家蝎子？这个小妹妹她的品牌叫不二家，好吃吗？那个蜡笔糖果？喂，里面没有糖果。啊，蜡笔巧克力啊，说错了，蜡笔巧克力。巧克力蜡笔呀、啊。巧克力蜡笔，哎，你可以折一些给我吃吗？我想要吃看看的，不知道味道如何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不用太多。怎么那么长？还有这个给你，因为这个比较短。这根给我。好，我吃哦。好吃哎，我咬一口也还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吃，还是都我吃。有你的口水还是你吃比较好，因为你的口水不是我们生出来的，所以我不想要吃你吃过的。啊，那我吃吧。